大家好啊，前两天有个小伙伴说给我推荐了一个地图，那是说随机方块看人品挖东西，那我这欧皇气质根本不可能挖到不好的东西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咱们把星星礼盒用了啊，300多个星星护身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来吧，第一个方块，地面怎么是怎么动了呢？何方妖孽？就是一堆花啊，箱子里还有一些花种子，你看看，我说我浑身欧气吧。第一个方块就是鲜花迎接我，下一个，哦，竟然是一堆稀有宝石，拿着拿着，说不定一会儿能用来合成什么东西呢。你看看，这也太简单啦，全是好东西呀、啊，不是鲜花就是宝石啦，不会真的有人挖出倒霉方块吧？哎，这是什么 ？Hello。爆蛋！你们表面上看啊，我是被爆爆蛋炸死了，但是你们看到的那只是个表面。你们看看这个笼子的柱子是什么材质？是万恶之源木头啊！这一会儿再整点什么金子、铁啥的，不就能换个好点的镐子了吗？机智如我。下一个方块，不是，怎么又是个笼子呢？这回里头是啥？岩浆。我现在应该重新开始啊，还是用个星星巨冒险呢？用星星容易困在这里，要是复活回去的话，我的装备可能就没了。富贵险中求，拼了，用星星复活。哎，我出来了。这些方块开始有趣起来了啊，食物、颜料、稻草人、果树、仙人掌。这个竟是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会挖出什么东西来呢？